诸位同学，请看四圣地品临次十诫第七段西南方先少世界苦集圣地名号第五句鹤鸣恐怖。这一个名号在极地里面极地是苦因因果总是离不开的。今天我们看到这两个字，自自然然呢，会有很深的感触。我相信，不同于往昔任何时代。因为我们现前社会正是一个恐怖的社会有所谓恐怖分子恐怖的事件不定在什么时候什么处所常常听闻到在这个世间有不少人士悲天悯人呢要怎样消弭恐怖恢复社会的秩序祈求世界和平这些言论活动在今天社会也相当频繁然而恐怖能不能消弭这一桩事情我们要深入的观察去思维为什么会有恐怖分子恐怖分子他的行动是有对象的也不是盲目的我们一定要深深的思维观察原因在哪里中国圣人说心有不得了反求诸己这是解决问题之真理
啊，我们要从内心深处去反省啊。啊，他对我为什么不对别人？他怨恨我，何以不怨恨别人？他为什么怨恨我？我一定跟他结的有冤仇啊！啊，那么这一桩事情，冤冤相报啊！世世代代。这是从人间讲，如果从宗教里面讲轮回来说呢，那是生生世世冤冤相报，没完没了啊，这才叫真恐怖，不是一次，不是一世，生生世世啊。所以恐怖，消灭恐怖消灭不了，这个问题不能解决啊，应该把这个名称换一换，化解恐怖，要化解啊，不能消灭，不能报复啊，不能对抗啊，啊，要懂得化解。啊，用什么方式来化解呢？真诚心，宽恕的心，包容心，爱心，恐怖真的化解了啊！往昔今生所结的冤结解开了。佛法中常说，冤家宜解不宜结。我们遭到恐怖的泄气，一定要知道它的业因。刚才我讲过了，它业因，这个恐怖泄气对我，它何以不对别人？为什么不对你？为什么不对他？单独对我？啊，这里头有因呐。这个泄气是果啊，果必有因啊。啊，所以决定不是说报复不能解决问题。啊，昆士兰大学消灭冲突促进和平的中心。啊，十几位教授啊研究这些事情啊，怎么样消灭冲突啊，研究了八九年了，这个是世界上冲突越来越多啊，伤害越来越严重，这才认真的反省啊，这真的是一个好的契机，认真反省啊，大家都在谈啊，冷战热战不能解决问题，要从真正和平的方法来解决，有这个意念好啊，要用和平的手段啊。
啊，和平的手段，基本的理念呢，爱心。啊，随圣人教化众生，许多非常万逆的众生都会被他感化，这是他教育的成功。啊，为什么被他感化？就圣人肯定，圣人明了，人心本善呐，佛法中常说，一切众生皆有佛性，既有佛性，早晚他会成佛啊，这是我们应当要认知的，要肯定的啊。人变成不善，这个发动恐怖袭击了啊，这个一定有因素啊，因素是他迷失了本性啊，烦恼在作祟呀！啊，烦恼是什么呢？贪嗔痴慢这里头最重要的愚痴啊，愚痴不知道宇宙人生的真相。不明了宇宙万有的体相事理因果，这个迷惑不是一生的，过去生中就迷了啊，生生世世越迷越深，没有办法觉悟啊，没有办法回头啊啊，所以圣人应化在世间啊，他来干什么？没有别的事，就是帮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啊而已，他就干这么一段事情啊。我们看看这个世界上啊，许多不同的国家民族啊，古往今来他们的圣人，他们的哲人，再看看世界上许许多多宗教的创始者，那都是觉悟的人啊，都是明白人啊。啊，明白人他有义务，他有责任，那就是先觉觉后觉，佛法里面讲自度而后要度他了啊，所以他觉悟之后啊，一定要帮助别人觉悟，没有条件的啊，以私道出现在世间，
学为人师，行为示范，这叫圣贤应化在世间呐。他知道人性本善，他知道众生皆有佛性，他知道自信本具的智慧德能相好，一切众生是平等的。设法界只是迷雾有浅深不同啊。业力有轻重不等啊，这样变出来的现象啊。所以他就是来化解恐怖的。六道恐怖，三恶道极恐怖，人天也恐怖，他来化解，化解就是让大家觉悟，让大家明了，到究竟明了。整个大宇宙跟自己是一不是二，佛家讲到究竟处啊，发现发相啊，性相一如啊，性相不二啊，一真一切真，明心见性，这是见到发性了。同时彻证变法界、虚空界一切万物，是自己的化身呐！是法性的相分呐！法性能现呐，法相所现呐，能所不二啊，它是一不是二啊。这个里面没有对立。永远没对立，这个里面没有矛盾，恐怖才真正彻底化解了。化解变成什么呢？变成了大慈大悲呀，变成了神圣的爱心，所以他能够变爱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一切万法。那是自信本具的德行。诸佛如来有，菩萨声闻有，一切众生通通都有，只是现在这一些凡夫迷失了自信，把自己本性里面的般若智慧变成了烦恼习气，把自己本性本具的德能
变成了今天的科学技术，把自性本具的相好变成了现在的三途六道啊，这一桩事情，这事实真相啊，只有佛家经典里面讲的透彻了，其他宗教也讲。昨天我们此地这个安宁中心的主持老修女来访问我啊，看到我们这边的地狱变相图啊，他就说了基督教也有啊，也有这个图画啊，可以比较啊，来参考啊。啊，他看了之后，他说：“有没有画天堂？”没有，极乐世界就是天堂啊。天堂跟地狱对比，你看都有这个观念。这是非常好的因果教育啊！你看看这两边苦乐完全不相同啊！啊，恐怖在地狱这边呢，安乐在天堂那边呢。啊，这个图我们还有详细的说明啊，这个说明要符合中国古人的传统的理念，简要详明，简单扼要，又详细又明白啊，无非是帮助众生觉悟啊，觉悟恐怖就化解了，觉悟一切众生呢是一家人呐、啊，一切众生是自己，不是外人呐、啊。我爱自己，我爱一切众生呐、啊。所有一切缘结，那都是误会，那都是迷惑。啊，只要两方面一面觉悟了，问题就容易化解了。啊，不能化解是两边都不觉悟，就麻烦了。我们少年时候。小学念书啊，啊，我这个年龄那个时候的小学，还有体罚啊，现在学校没有了，啊，从前那个时候有啊，打手心，罚站，罚跪。学校里还有体罚啊，同学吵架了，打架了，老师叫过来，两个人都罚，都罚跪啊，这个里头明明一个是有理，一个是没有理的，好像老师不分青红皂白一起罚。这个先动手打人的没话说，那个被打的时候他要还手啊，也被罚，他心里不服啊，他先打我的
他错啊，我没有错啊。我们小时候也常常被罚过，心里头不平啊，老师糊涂啊。啊，没有把事情搞清楚啊。到以后学佛，这才明白了。啊，老师罚的对，没错。他打你，你不还手，不就没事了吗？啊，你还手，这是两个才打得起来啊。你要不还手，他打不起来啊。啊，所以两个处分正确的。啊，只可惜老师那个时候没有给我们讲清楚，让我们怀疑。啊，怀疑很多年之后，这才恍然大悟。啊，别人骂你，你不还口没事。哎，他骂了几句，骂累了，他就不骂了。所谓是，一个巴掌啊，拍不响啊。这个道理你要参透了。这恐怖问题就能化解了。啊，我们当中产生矛盾起于误会，这是真的。啊，可以说十之八九都是误会。啊，少数是涉及到利害，啊，大多数是属于误会，啊，不必要的争执啊，两方面不相让呢，这才造成了大祸。这个大祸就是冤冤相报。啊，世世代代没完没了。啊，那叫真正恐怖啊。啊，所以必须遇到真正明白人。真正慈悲人，啊，所以有爱心的人，他来化解。两方面讲清楚了，讲明白了，人与人之间，人与万物之间，啊，人与动物，人与植物，人与大自然环境，要和睦相处。和睦相处是果啊！啊，因是什么呢？因是平等对待。啊，不平等，我大你小，我强你弱。和睦就没有了。啊，大小强弱那是果报，那是业感，那是自然的啊。那明理的人呢就不一样了，大国尊重小国，强国爱护弱国，问题就没有了吧。啊，富有的人能够照顾贫穷的人，贫穷的人会感恩呐。
啊，也会尊重你啊，会爱护你啊。社会就和谐啊，贫穷人也非常乐意为你服务啊，来帮助你啊。他知道你富有，我们大家都想你的福，都沾你的光啊，你很慈悲很仁慈，你能够照顾大家啊，大家不会嫉妒你啊，愿意你更富有啊，我们的日子过得更好更幸福更快乐。所以中国人常讲有福大家享啊，不能独享啊，独享呢那就遭忌了，就是一家保暖千家院啊，于是恐怖的因就种下去了。啊，所以富有虽然是过去世的善因啊，我们看到别人贫穷就要晓得过去生中他没有种善因啊，现在我们遇到了，我也要帮助他，要救济他，而且还要教导他种善因。救济是一时，他要能够种善因呢，他生生世世都富足啊。财布施得财富，法布施得聪明智慧，无微不施得健康长寿。你看人人都希望富有聪明健康长寿啊，我们把我们之所以得到啊这些好处那个业因交给他啊，他要是明白觉悟了他一定肯干，干上个三年五载，哎，他的好运来了，国报现前了，十年二十年，国报显著啊！他这三种需求都现前了。我从小跟你们讲过，前生没修啊，啊，前生没有修财布施，没有修无为布施，啊，可能修一点点很小的法布施，啊，所以在少壮时代，啊，除了有一点小聪明之外，物质生活非常贫苦啊，啊，许多看相算命给我说过不了四十五岁啊，寿命也短呐，啊，我清楚明白啊，读了了凡四训之后完全了解了解了啊，前世没修，而且烦恼习气很重啊，得理不饶人，非常刻薄啊，有意无意喜欢挖苦人，当大庭广众之下叫人下不了台，我喜欢干这个事情啊，结了很多冤仇啊。年轻不懂事啊，也没有人教你
实在是也没有人敢教我啊，你给我讲我不服啊，我有一套歪理啊，所以老师这个就重要了。老师什么？是你心目当中最尊敬的人，哎，他讲话你听，你不会反驳啊。我这一生幸运呢，就遇到真的好老师，内心里面敬佩啊。同样一句话，老师说的，我会认真的去思考啊。其他人讲的跟老师讲的一样，耳边风，理都不会理他，这么一个个性啊。啊，方老师的话，我会依教奉行的。张家大师的话，啊，张家大师是慈悲摄受啊，啊，这两个人把我的基础奠定了3年，然后我亲近李老师，才真正得到他的教诲。如果没有前面这两位老师给我奠定基础，李老师给我讲的，我还未必服他嘞。啊，所以这是180度的转过来呀。啊，我要没有这三个老师教导，啊，我很清楚啊，决定过不了45岁。早就不在这个世间了啊。我没有求长寿我也没有求富贵啊，没有求福报只是认真的学佛啊，因为自己知道寿命短促嘛啊，所以那个时候就把我学佛定到45岁，我要念佛往生呐。啊，45岁以后没有了，不认真不行。光景不多啊，欢喜把自己学习的心得经验感应贡献给大家共享，我不念法啊，我也不领财啊，所以跟李老师之后啊，真的我就发了这个愿望，活一天讲一天经啊，自行化他，其他的事情不是我的事情啊，所以我遇到一个好护法了啊，韩馆长，所有一切事物他一肩承担去了啊，所以这是大家都知道啊，我三不管了 啊不管人，不管事，不管钱啊。他走了之后，留下这个摊子，那是我不能不管。但是最好还是不要管啊，所以这个碰到新加坡林牧远去死
照顾我们三年。三年之后我们移民到澳洲，建立这个学院，这边原书生，中国人讲的天时地利人和三者都具足，学院在草创，我只好挂个名我在这里等，等到你们同学拿到澳洲的永久居留身份，我这个名就不挂了全部交给你。我的工作呢，讲经，我每一天在摄影棚里面讲四个小时，除此之外没有我的事，你们自己好好的来学习不但要学习经教，要学习管理道场，要学习把佛法了发扬光大了走向多元文化的教学学院，不仅仅学习佛法净宗其他各个宗教的精华都要学习那个精华的部分是通的跟佛法是通的落实到生活，我们能够跟不同的宗教、不同的族群、不同的文化和睦相处，平等对待互相包容，互相尊重，互相敬爱，互相关怀，互相照顾，互助合作。恐怖这个名词就没有了那么这样我们的修学就有了实际上的成果，以这个成果回向求生净土，没有不往生的这个成果跟弥陀四十八愿相应，跟大乘佛法里面常常讲的善男子善女人那个善字相应心量脱开了妄想执着降低了与心得相应个人成就才能成就众生
个人修行能影响社会啊，为社会树立好榜样啊！啊，带动社会走向祥和。走向敬爱、诚信，啊，这都是圣贤的教诲，要我们去落实啊！扩大效果，这个非常非常重要。现在我们要善于利用高科技的设备啊，卫星电视、网际网络啊，把我们修学这些效果介绍给全世界，那么这样就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建国军民教学为先呐！啊，我们今天要化解恐怖，化解冲突，要真正获得社会的安定和平，什么东西最有效呢？教学，教学为先啊！啊，教学里头最重要的，你先从哪里下手呢？从宗教教育下手。宗教教育是神圣的教育啊，哪一个神圣不慈悲呢？啊，哪一个神圣没有爱心呢？那么由此可知，神圣的教育啊，就是爱的教育，就是慈悲的教育。这个道理你要认识很清楚、很明白了啊！神圣的教是这个教人，舍己为人呐，牺牲奉献呐，啊，这宗教是常讲的啊！因为现在这个时代，家庭教育破产了，学校教育远离伦理道德啊，社会教育那就不必说了啊。现在你看电影、看网络、看报纸、看杂志啊，完全是悖逆心得啊，这个就是造成恐怖真正的原因啊。所以我们今天只有祈求宗教教育啊，祈求宗教教育，那首先宗教要和睦，宗教不能对立，宗教的对立
世界的安定和平就没有了。啊，那么宗教里头讲的爱心，那在哪里呢？啊，犹太教、基督教讲神爱世人，上帝爱世人，爱的教育啊！啊，佛法里面啊，大家都知道啊，佛法是什么呢？慈悲为本，方便为门。啊，慈悲就是爱啊。啊，伊斯兰教，你看看《古兰经》，真主确实是仁慈。仁爱慈悲呀、啊，所以圣贤的教育、啊、是仁爱慈悲的教育。啊，只有真正仁慈博爱，才能够化解冲突。化解对立，化解矛盾，远离恐怖啊！啊，恐怖就没有了。啊，这是化解现前社会恐怖的不二法门。啊，所以宗教不能不往来。不往来就不慈悲了，不往来就没有仁慈了。啊，不但要往来，要密切的往来，要互相学习。啊，我每天一定会抽一段时间。啊，至少半个小时，我读圣经，读古兰经，啊，看看儒家、道家，啊，印度教、其他宗教的东西。多学习，多了解，啊，只有了解，我们对他的尊敬是从内心里面发出来的。不是表面上装的，表面上装扮怎么好，也会被人看穿，你没有诚意。诚意在哪里建立呢？诚意一定要在了解当中建立。你了解的越多，了解的越深，你的这个敬意自自然然就流露出来。啊，那他对我们没有敬意，我们非常明了。为什么呢？他没有读佛经。啊，他没有看中国儒家的东西，没有接触到汉学，啊，他对中国文化不了解，对中国人思想不了解，啊，所以他那个恭敬心生不起来，正确的呀，啊，他知道我们学他的东西，慢慢。他也会看我们东西，彼此啊，在这个学术理论上扎根，
那才真正做到互敬互爱，共同为这个世界、为社会创造安定和平。啊，我们不讲消灭恐怖，我们讲化解恐怖。啊，消灭还是对立，不能解决的化解。现在时间到了。